的时候肩膀就是，你不能不用肩。你刚刚跟我说好多没有了，我说先讲肩膀。现在就最基本上，这不会怕水哦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回来的时候，转脖子，头转回来，然后收左手，然后留一个空间。学习状况都还不错，啊，上课来讲的话，领悟都听得懂，都知道我在讲些什么了。目前基本的都会了，那些就是要调一些基本功的东西，像打水的东西。嗯，因为有些可能有年纪的，或是说没有接触过游泳，所以说打水会比较僵硬。哎，那个些东西还会再去调。学习到目前来讲，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有运动到，还要学到游泳。那像这些换气应该都可以吧？对。那现在是靠哪一方面还做不到呢？还没有很顺，没办法游很远，运动量不够。哦，对。现在不是有这么像塔罗罗一样吗？